着白色上衣、黑色棒球帽，歌手吴卓源整个人蹭在演员朱轩阳身上，朱轩阳给予热情环抱，搂腰摸臀，两人深情对望，又隔罩接吻。在河滨公园短短幽会12分钟，晚上11点半离开时，朱轩阳将手臂搭在吴卓源肩上，下一秒放到对方腰上拉吊吊，搭计程车返家，吴卓源还紧靠朱轩阳，惹毛朱轩阳正宫。时常在 IG 分享如何化妆保养的美妆网红 Cindy 跟朱轩阳交往5年，得知两人幽会情况后，跑到吴卓源最新发文底下开炮，那我的男友在你身上吗？没多久就被删掉，网友一面倒质疑朱轩阳跟 Cindy 在一起这么久，身为同个圈子的人怎么可能不知道，不满吴卓源当小三退追，还说现在这样爱不下去了。讽刺的是，当天 Cindy po 行李箱照片，因为工作才刚抵达韩国，结果男友马上跑出门找吴卓源。仅仅25岁的朱轩阳已经拿过金马奖最佳男配角，几年前走出解约低潮，重拾演员事业，没想到劈腿吴卓源全被拍到。对此经纪人回应平面媒体，他工作很努力，但感情太年轻，处理不好。朱轩阳跟吴卓源河岸边激情相拥，正宫公开呛虾，短短几个字，战力点好点慢。三新闻李维田担保。